蒜蓉波士顿龙虾。今天从黄开始吃啊。哇，马上就端午节了，你不来两只？啊，看看大钳子里的肉，塞得满满当当，超级肥啊！端午节就春天的这会儿，是龙虾最肥，也是价格最便宜的时候。然后正好又是马上端午节了，啊，大家想吃的话啊，下方。小黄车点开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